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日前是特别前往到澳洲南天寺和信徒们结缘，以做个有佛法智慧的人来进行开讲，吸引了近300人到场来聆听。佛陀世尊、他悟道，菩提树下悟道，他那一刹那他发现了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他除了、悟道的缘起无我的真理，他同时发现每一个众生只要、有情生命，他们都有佛性，只是因为业力的感召，所以、暂时迷失了自己。勉励众生皆有佛性，澳洲南天寺佛学讲座日前礼请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主讲，做个有佛法智慧的人，引用佛教经典畅谈佛法智慧，透过精进修持让人我相处更加和谐，提升自我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即兴作曲，透过唱诵表达对佛法智慧的感悟。新培和尚分享在生活中需勤修三学，行菩萨道，广度众生，勉励大众阅读星云大师全集，学习大师的智慧愿念。南天寺近300位信众响应前来聆听，带着满满收获，活出有智慧的人生。南京卫视澳洲雪梨综合报道。